而小鬼的猝死独居的议题也引发了讨论，因为发生意外的当下是完全没有人知道的，因此现在有跌倒侦测和紧急通知功能的智慧型手表，还有警报音箱这些高科技的装置就掀起了话题。不过这些真的管用吗？我们就要带您来实测看看。从165公分高度垂直往地面上用力一摔，正面双肘着地，再摔一次。还是从背后直直落地一摔，实测苹果手表跌倒侦测功能，不管怎么摔几乎都成功，只有倒在沙发上的假摔没骗到手表。65岁以上，它会自动帮你打开。但你是65岁以下的人，你要透过设定里面呢去把它做开启。原来防跌倒装置的原理就是在手表内安装加速度计跟陀螺仪，佩戴时会感应使用者的运动轨迹跟冲击速度，再靠软体演算法来判断是不是真的跌倒了。它有出现一个说你有事还是没事，那我是出现我没事，那没事的话它就会跳回来。但如果你今天都没有去按手表，60秒后。它会呢就自动呢传讯息给紧急联络人。而三星的智慧手表也有跌倒侦测功能，甚至连按3次手电钮一样可以启动紧急通报。不止手表会呼叫，这个音箱也有同样功能。房间里这个小白盒呢，其实相当聪明哦。你可以看到，我跟它其实有一点距离，而且呢，我人还在持续的往前走，但它听得懂人话，只要我说出关键字呢，它就会发出警报，救命！刺耳尖锐的声响至少能达70分贝以上，除了听到救命，其他像是突发倒在地上碰的一声也会立刻发出警报，在10公尺远的距离内都能准确辨识。做动了之后再连网手机到家人的 APP 或是到机关啊救护单位，让你多争取一些时间来即刻救援。科技越变越聪明，也更贴近生活，也许这些小发宝真能在危机时刻派上用场。东森财经新闻洪佩瑜刘子腾台北采访报道。